是刚教我们四个投手陈玉文，然后请那个各位学长还有教练，还有各位媒体，有请多多关照，谢谢。好，各位学长，我要好关照他。今年的期许。那新球季有没有对自己设定什么样的新的目标呢？还是新的期许？我对自己期许就是能健康打球，然后还有拿下那个新人嘛，就是新人王嘛，对吧？所以今年我会好好努力，争取新人王这个位置。谢谢。统计，各位媒体，各位学长，大家好，我是邱耀俊。然后我首任是投手，其实，就是对自己期许就是，其实拥有就是健康的身体，然后帮助球队跟大家一起拿下总冠军这样。对，请大家多指教，谢谢。掌声欢迎浩君加入我们团队的师姐。总经理先，然后各位媒体还有学长们，然后我是杨家伟，然后有游击手，然后在新的球季。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创造好的成绩，然后还有我的好学长，但这个学长他照顾我，所以其他学长不照顾你，是不是？都很照顾我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叫吴国豪，来自于台南，平镇高中毕业，然后守备位置是内野手，对，希望各位大家多多指教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新的球技的一个目标好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球技有没有想为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打球？就可以帮助球队就好，对，就是可以在内野多多加强，对。我叫郭俊伟，守备位置捕手，然后新的球技即将要开始，就是。希望可以在学长身上多学一点东西，然后多参与。大家好，我叫王聪明，然后我是投手。新的球季吧，然后希望可以身体健康，然后好好打，然后好好打球。